家好，我是人类新亚米。Hello。现在我们玩是这个惊喜蛋。哦，蓝色的。这次是蓝色蛋的。跟刚才不一样。先把它补掉。对。然后呢？一直把它敲破。哇！出现了彩色木琴，还有声音呢。新的蛋，这个一样，不知道是不是一样，不是。哦，这个蛋蹦出一只猫咪了。下一个呢？这重点是在玩用蛋的游戏吧？哦，玩具警车。下一个你要告诉爸爸这是什么？不知道耶。哇，这是彩色木琴，星星的一颗蛋，黄色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哇，冰淇淋呢？我想吃了，结果妈妈不想吃。绿色的蛋，哇，好多哦！哇，球哎，一颗球，我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啊？太好了，哎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的蛋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就是有上面这五个蛋，应该还有一个沙滩球。那我们把这解开来吧，看看有什么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来看。啊，你先开这个好了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条汽车是爸爸最爱的发条玩具。哇，连蛋都变得不一样呢。对啊，好漂哦，好漂亮哦，太漂亮了。哦，玩具警车，好漂亮的蛋哦。这个是什么蛋？是的，我下面来呗，还没来得及看你就换一个新的蛋。是的，我。小花耶，好漂亮啊，又一样，怎么这么棒啊？到底要玩多久呢？一只鸡，一只公鸡。哦，一个鼓，又是一个鼓，真好玩。一样是发条汽车。哇，脚踏车。
一个蓝色的蛋。这是鼓。这节玩到什么时候啊？爸爸，我们要玩到什么时候？看不一样的啊。哦。狗狗。原来一个啊。好多好漂亮的东西。为什么没有芭比娃娃呀？怎么没有芭比娃娃呢？一条蛇的天，怎么会有蛇啊？好恐怖啊！吓死我了！结果还有蛇呢，到底有没有芭比娃娃呀？哇，连鱼缸都出现了。对啊。喜欢的蛇，好，那这是最后一颗蛋哦。好，机器人。好啦，归我蛋。好啦，那我们下次再开更多可爱的蛋吧。好。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真可爱。